这边我们讲主要是叫做中继屋啦，这是我们这次提出来的哈。那主要的想法就是说，因为他们的迁村，原住民的迁村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啊，因为我们这个也协助好多年了，知道这种东西的难度哦。第一个就是他绝对不是组合屋，不是那个小小的房子，他要能够正常生活的房子。另外的话就是说要协力造屋啊，就像我们现在做的一样，他们要能够参与。部落里头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从事建筑工程的啦，他们都会做，所以我们要把他们力量结合进来，盖自己的家园。好，这一方面就是解决一下他们的就业问题，另外就是有社区重建的意涵啊，这不一样，共同打造自己家园。那这个部分对受灾户来讲，是灾民的那个心态的回复啊，是有正面的意义的啊。我们这房子的架构是永久屋的架构，那都是用螺栓锁的。真的确定了以后，我们要搬迁，这个可以搬迁，也就无非是多一点工资，还要补一些材料，它就可以搬迁。那这样就不会造成浪费。我们从九二一开始提出这种协力造屋的概念，另外就是生态环保的观念，就是这个绝对是绿建筑，这理念慢慢的被社会接受，也是经过那么长的时间，大家对这东西有所理解，然后这次呢能够比较彻底的执行。